一宿，晚安。谢谢爹爹送我的直男针，九代晚安。身体有好点吗？身体，好。我上次不舒服就只有那个开播的那天的晚上而已，所以还好。青云晚安，好想你，我也想你们，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你们呢。好久不见大家。陈大生晚安。柯佳晚安。谢谢青云送我守护女神。俊一晚安。大家晚安。咩普晚安。夏晚安。晚安大家，谢谢 Legon 送我胜利玉手，谢谢。こんばんは。哎呀，谢谢送我四叶草。顺便回应上次第二次直播，没事，在我们业界被路卡算是那种福利。好哦，今天很白吗？那我调色，这样呢，还是很白吗？波达晚安，阿道沙晚安，笑笑晚安，安晚安，安，谢谢笑笑送我守护女神，耶、yeah ！本来是夸奖哦，是这样吗？我还以为今天跳的比较白一点，月下晚安。杨兄晚安，大家晚安。哎呀，我上次关播后有看 DC， 还蛮好笑的。小一晚安，就是应该要怎么讲呢？对，就是他们帮我讨论，就是留言哪里。要怎么讲呢？他们帮我说我为什么生气，就是哪到底是我为什么我看到哪些留言才会那么不开心？其实也不能说不开心，应该说觉得好烦。对，有时候心蛮累的。马上就不上，你好，金达，こんばんは，一枝晚安。何だろうね。一人晚安，凯秋晚安。不过结果我讲错，你有讲错吗 ？DC 不要看太多，我不会看太多啊，但是有时候会看。也还好林果帮我说，对，我的那个留言就是里面的留言内容，那些都是我自己是没办法拿的东西，有些东西轻松一点看待吧。哈，我今ミレイさんからの流れで来てます。お、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から見てくださってるのかな？都是一堆奇怪留言，还好啦，有时候蛮好笑的。对啦，上次确实直男比较多。直男算是夸奖吗？还是不是，有人说你是直男，表示这算是侮辱他吗？还是还好？たまたま見たら日本人で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ミレイちゃんも今やってんのかな。谢谢レックン送我玉手。不是吧？好吧，我觉得也是一种夸奖，不算哦。好，直男比较算负面吧。好。
OK，我懂，就不懂女生想法的臭男生。啊，今は深夜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以前都会看到多内幕。最简易的例子，引气哥哦，了解。还好是贴心男生，谢谢你跟上我列车旅行。TTP の存在を知っていましたが、初めてコメントしました。お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しよかったらこれからもね、お話ししましょう。トスートス、晚安。そう、でも私中国語ばっか喋るからな。時々日本の方置いてきぼりにしちゃうんですよ。よいしょ。草莓酱晚安。当然哈，我们家的 Switch 终于到家了，耶！フォローしておきました。や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小易こんばんは。对，我妹妹刚刚才过去拿的，差不多八点十分的时候。终于可以不无聊了，对呀、啊，可是他应该不会借我。卡丘还在上班，终于不用看游戏片发呆了，耶！北极熊晚安，打算先玩什么呢？他只有买那个、啊、魔物猎人吗？他就只有买那个，所以感觉只能买那个。今天刚玩起来。那你什么时候能玩？不知道，他玩腻的时候才可以玩吧？你们没有买可以一起玩的游戏吗？没有，就是他说先买一个游戏片就好了。嗯，对呀，他怕一次买很多，然后就是后面发现哎这个没有好玩，然后就玩腻。对，这样不太好，所以就是游戏片要好好的挑。卢卡还是只能继续宇宙狼人杀，可是这个没有朋友就有点无聊。他不是买赖子，不是，他买的就是动森版的 Switch。动森机应该没赖子，对。谢谢北极熊送我指南针，耶！卢卡玩电动是玩中文版还是日文版？基本上我都会玩日文版，但是很少游戏只有中文版，没有日文版。嗯，啊、哦，之前那个《神魔之塔》吗？那个我就用中文玩。妖杰晚安，那就有蛮多可以玩的游戏，差不多连线了呢。可是连线。你们上次说连线要花钱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不是不能连线？话说 Switch 游戏片吃起来苦苦的，吃起来苦苦哦哦，听说对小孩子不能，有时候会不小心吃，就是把那个东西放在自己的嘴巴里，然后对，好像是因为这样。我好久没打开我的 NS，好好哦，不要停游戏片，对 NS 哦。ユシヒロさん晚安。台湾は何年いますか？何年だっけ？ 今25だから20年経ちました。で、今21年目です。長いな。長い。モハ晚安，怕小朋友才弄苦。对，我记得是这样。结果都大人在吃，大人也不要放嘴巴比较好哦。对呀、啊，大家小心，不能这样。我准备好了主机，等卢卡连线，等我。
如果是甜的，就真的会故意去吃。5歳からです、そうです。お父さんの仕事の都合で。もともと駐在員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で一家全員引っ越してきました。不知道凤ちゃん会不会吃？凤ちゃん不会吃啦，凤ちゃん好可爱。啊，对，跟你们说，我后面整理东西了，好像有变好看一点点。整齐度变高。北极熊先生行李箱。祝你晚安。日本語忘れませんか？家族全員日本人っていうのと、小学校、中学校は、あと幼稚園は半分半分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まあ日本の教育を受けてきたので、忘れることは多分ないと思います。ただ、下手にはなってきてるかな、ちょっと。やっぱり日本で暮らしてる日本の方と比べたら、ちょっとただただしいところはあると思います。敬語があんまり話せなかったりとか。その敬語苦手なんですよね。不知道都在看，如果没注意在后面。谢谢上肥料。如果在前面，我们都不会看后面。对啊，我刚刚一直都等到他。肥嘟嘟从外面看起来很孤单。哦，对啊，他一开始原本在这边，现在怪在这里了。台湾话難しいですか？台湾語、中国のことかな？まあ、簡単ではないです。そう、なんか、ね。まあ、こっちに長くい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まだまだだなって思います。中国語に関しては。あ、国語ではない方。台湾語はね、ほぼ喋れないです。ほぼというか、なんだろう。単語は、まあ、いくつかは知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バーっと喋られても、もう全くわからないって感じ。もう、おはようと、ご飯食べましたか？と、ありがとうしかわ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イカイ晚安。イントマ晚安。ハリさん晚安。台湾人の友人も台湾はできないと言ってました。そうですね。なんか、北の方に住んでる人はできない人も多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なんか、台湾も田舎と都会 に分かれてるんですけど、基本的に、なんだろう、南の方の方は、ね、日常会話でも、まあ、若い子たちでも台湾語使うみたいです。あーちゃん、晚安。下午晚安。台北の人は苦手らしいです。そうですね。そう、私はもう台湾語を喋る機会が全くなかったので、特に。四个喜欢交流的朋友呢？我也不太会说。有人提到台语，对呀。台语现在，我就只有大学那时候有接触到，可是。我是完全不会台语，所以阿公阿嬷他们跟我说什么，我还是完全听不懂。而且那时候是做医疗事务嘛，他们讲的东西，如果我听错了，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台语的话，我都交给我朋友。没事，现在台湾小孩也不太会。对呀，我又没有台湾的阿公阿嬷，很会唱吗？谢谢。台语小天后在此。コロナで外出できませんか？できなくはないです。ただ、どこに行くにしても QR コードで、今ここにいますっていうメールを政府に送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よ。それがめんどくさくて、なんかわざわざ外に行かな、なんだろう。あんまり行こうっていう気にならないって感じですね。まあ、正直買い物とか食材とかも買わ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で、買い物には行くんですけど、遊びに行くこととか、
さ、ちょっと外散歩する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なくなりました。谢谢很多台湾人也不太会，没关系。谢谢送我们茉莉，会唱台语歌就好。台湾語の歌は歌います、たまにね。什么不会就是会台语。实名制，テレビで見ましたよ。そう、めんどくさいんですよ。さすが台湾の IT 男子。そう、あの人すごいですよね。名前忘れちゃったけど。日本はゆるゆるですよね。ああ、そうなのかな。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です。超级滴滴晚安。对，我一开始不会用那个 QR code 的，他们也不会教我。但是现在我就会了，是要传给1922，对不对？Good morning, Cascade。ああ、そう、オードリー・タンさん。中国の名前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那不是扫一下就好吗？我不知道，我用我的手机扫一下，什么什么，就只是会出现那个数字而已，不知道要干嘛。iPhone 好像比较方便，难怪我跟卡妈都不太会用，是我就直接写名字，可是写宫廷有就是一件，在那边写我的本名是一件蛮害羞的事情。是要传给我，哎呦，扫 一下还要传送，对呀，超麻烦的。一开始还没做的时候打个人资料好麻烦，不知道也关在家都没出去过，没用过。其实可以传给我，LINE 家只管家哦，有了有，是传给他是不是？要 LINE 扫描然后传给那个。要按传送，就是出现没有要传送的东西，懂吗？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你可以只管加的那 QR code，了解。对，可能我先加好友，要再另外一个 APP，相机一扫可以直接连接，不过不是每只手机可以。对，我跟我妈的手机是不行。现在就有 Luca 之笔了，对啊，我在想说，万一被粉丝发现怎么办？那是传个店面代码给1922，那些宫田卡妹啊，不要乱讲，当然不行。新版的 Google 相机有 QR Code 的模式，可以直接扫，了解。我的直接扫也是只有跑网站，然后用直管家才会跳到简讯，了解。所以，好，我会加好友。哪间店有 Luca 纸笔？麦当劳。我前几天的晚餐是麦当劳，然后我妹跟我妈叫我去买的。iPhone 真的很方便，相机拍一下就跳出讯息，好好哦，iPhone 的，果然 Apple user 果然不一样。我感觉，如果有人看到实名制名单上面有你的姓名，一定会有人记你电话。对呀，很可怕哎，超级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之后还是会乖乖的扫 QR code。Samsung 也可以，安卓也可以。还是用手机传资料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对，电信部有 iPhone 的，可以像游戏上面一样只写。简称 RM 可以吗？什么是麦当劳？我都是哦，对吼，对，什么是麦当劳？对，是对吼，对吼，麦差佬才对，对。那写卡面的电话，不过写这种东西真的不能乱写。对呀，跟政府有关的。那写卡面的电话可以放公司的吧？哦，可是我太好久没有去公司。我也有入缝。ちょうど iPhone の話してる俺、今日中古で 6S もう1台買ってきちゃった。そうなんだ。どうして？なんで？
え、なんで買おうと思ったんですか？水可以随便舔，只要可以联系上你就好。哦，真的哦。好，那我下次，我出门真的忘记带手机，要写名字的时候，我写我的英文名字好了，或是，或是写卡妹的名字。我的 Lufon 没相机。哦，对哦，Lufon 好像没有相机。田留家，我超商取货我都用田家，我的名字叫田家，很像台湾人哈。可是如果是我人看到名单拿到卡妹电话会更开心，不行哦。每次扫扫扫，イヤホンジャックある iPhone は 6S あ、なるほど。わかりました。私もイヤホン、ね、イヤホン、サス派なので。田家家也不错 田家家。哎呦。是啊，这是今天没办法等的呢。我昨天没办法睡觉，不是有事要做，就是真的躺在床上，没办法睡的那种。不知道前面有没有人提过 Google Lens，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哎，最近我的生活的。生活リズム、生活旋律嘛 不对，生活作息越来越不太好。对，失眠，失眠感。哪天政府打来田小姐，你应该会以为打错。失眠的是我是想我吗？也可以这么说啦，我也是假耶。田佳佳好可爱，田佳佳。应该把生活リズムがもう狂い始めてきましたよ。不过我是打疫苗的副作用。哦，你有打疫苗？你也是医护人员吗？还是你是预约的？都待在家作息就怪怪的，真的。下下直接打，哎呀，不行，不能打，加油。对，所以我今天早上9点睡了，睡到下午12点。所以我今天、昨天跟今天只有睡3个小时，我是第二类，诶，对不对啊？白天睡太多，可是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没睡。比较旧的安卓可装 Google Lens 扫 QR，他很开心有疫苗反应，代表还是年轻人。所以老人就没有副作用，是不是？恭喜，这是直到宅女的第一步，呵呵。难怪刚刚路开始打哈欠，对。放假了，晚安。老人比较没有副作用，哦。通常年纪大的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我松了一口气，好好笑。对呀、啊，老也有老的好处。我问你，《魔物猎人》可以一个人？一个游戏玩2个人吗？可以跟卡，我可以跟卡妹一起玩吗？还是那个游戏就只有一个人可以玩？就是东西掉了，没事。不行哦，好吧。Happy happening，魔物应该不行，
不要连线，就是有魔物游戏的跟魔物游戏的两个人才可以一起玩，两个人可以分开玩，一次只能一个人玩。了解，可以跳三个角色存档，一个人操控移动，一个人操控武器。好，大家懂，就是还是可以串三个角色，所以。我跟卡妹还有卡妈就可以做了，是不是？这个无双，可是我们家没有那个啊，可以有不同人物，但不能一起玩。了解。哎，好，那我等一下也问卡妹。我跟卡妹说，我也想要我自己的角色，记录可以分开，所以有对战的。帽子跟 story 就是故事的，对，可以做故事，也可以跟别人一起玩就对了。但卡妹第一个游戏买魔物也超酷的，真的吗？但是如果在名字上用掉了，你要用新的，真假的？也太好笑了吧！他为什么用我名字？哎，这样有，如果我之后用。之后我在玩的时候，也有可能遇到我自己。三 人でモンハンやったの。え、あのね、今日スイッチが届いたんですよ。今日というか本当に10分前ぐらいに。去买马里奥派对，再多买点这种。马里奥派对好玩吗？我们之前玩 DS 版玩到腻了。PVE 没有 PVP，那是什么东东？光碟家的松尾来说，卡妹一个，卡妹一个，碰钱一个，没有路卡的粉。哎、欸，别这样，所以现在全家一起玩。你可以取真路卡哦，好像不错哦。那表示，那就是他就是假路卡，遇到自己也太好笑。上连线看到一堆假路卡，假路卡一，假路卡二，再改。一点什么？关田留家也可以啊，关田留家，宫田留住啊，或是什么呢？对，帮我改一点点，路卡二号，我也是假路卡，你也算是吧 ？PVP 就是 player versus player，哦，了解。简称 PVP，宫田留下查看，对，也有可能有宫田留下，卢卡轰我喏，宫田碰自助，到时候各种名字都被注册过，宫田留级，宫田卢卡瓦开的，宫崎良田，誰やねんもう。谁说一起理光田？光田留情，只有露比比比是真的。所以名字注册之后就不能改吗？允许光田留什么？我看不到。我取光田留家。可恶！宫田留下来，不然我跟你走。宫 田留下来，玩家名字好像不能改哦，真假的？所以他取什么名字？我的本名吗？宫田留家吗？还是卢卡？宠物的名字随时都可以改，宠物的名字哦。鼻毛留家肯定没注册过。哎、欸，如果真的不知道，日本真的有鼻毛先生的人。就是知道这个梗的人才会知道，不知道这个梗的人以为我有很多鼻毛，不行。一级里宫田，不要再说一级里宫田。我每次用手写宫的都觉得越来越像看管。我在医院真的常常被叫错名字，不只是我爸也是，就是说，哎、欸，关田什么什么小，关田什么什么先生。
但是我就知道他们一定在叫我们，我们还是会过去。大家记得改了卢卡的名字就不能嘴炮了哦。上次看到有特别的介绍，很奇怪的信，很奇怪的信。哦，你说日本的是不是？日本真的有一堆奇怪的信。北如晚安。嗯，也不能说奇怪的信，就是你们看到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日本人都会取这种奇怪的信的那种奇怪。对，不能那个。对啊，日守席啊。こんばんは、ウェル。不过玩魔物一开始玩线上，有人带比较顺。宫田留道场，对啊，我宠物名字可以取你们的名字吗？宠物有什么啊？有狗吗？有猫咪吗？一开始打线上直接做强的装备，再玩剧情会轻松一些。哦，好。我这个 ID 我就觉得很好听，我也觉得。Look at love，名字作ってみたいよな。猫狗都有。我掉下来不是厕所的意思啊，对啊，真的有这个戏，完全可以吧？请让我当狗狗。直接连线时遇到你就知道是你。那宠物只能带一只吗？可以有很多只吗？狗还可以骑，哇哦！教大家怎么制作甜甜圈的道场，我觉得一开始捏脸，卢卡就可以玩一整天了。捏脸，可以捏宠物的脸，是不是？可以取一只叫阿尔查卡，中间那个英文不好说。谁 呀？该不会是 I？三宅さんとかいるから在宅さんもいそう。いるのかな？带两只，多人连线是一猫一狗。宠物可以有很多只，玩线上只能带一只，玩单机可以带两只。了解。怎么会有人想当狗？忘了。糟 糕，了解。萌汉的动物都是真的狗，还是很像狗的？很像狗的魔物吗？谢谢喵，萌哈 get 到。そう、モンハンでペットを飼えるらしいんですけど、ね、犬が飼えるみたいで、ちょっとファンの名前つけようかなって。あ、でもかわいい。え、かわいい。え、蛮可爱的欸。这是什么啊？绵羊吗？卡米一起玩过没有？我们第一次玩，外形可以自己捏，看你要怎么设定。反正就是四只脚的，两只脚站着吗？啊、哦，两只脚，嗯，哦，应该是它。有没有很像碰脚的？あれ、ポケモンにメンバーの名前つけたことある？ メンバー飼われちゃってんじゃん。然后你被魔物打死，猫咪会用拖车带你回营地，也太可爱了吧！我想养很像碰巧的猫咪。诶，是不是那个以前的艾鲁变成这个猫咪？爱露的中文我不知道，爱露吗？你可以自己设定外形，像碰巧也可以哦。所以可以改成很像碰巧，是不是？嗯，太棒了！橙色晚安，可选毛色。OK，这猫咪就是爱露。了解，爱露变成。艾鲁变成更像，艾鲁变成
真的很像真正的猫咪版，你连人物造型都可以自己设定哦，不错。え、昔のエルみたいな方がいいと思う。昔のエルの方が可愛かった。そっか。そっか、進化してこうなっちゃったのか。狗狗也太大只了吧！等一下，比我们一般的角色还要大只哎！哎，待って、でっか！こんなでかいの？如果可以捏一个卡妹出来，啊，对啊，我可以，宠物可以取，就是卡妹的名字，卡妹就是我宠物，嘿嘿嘿。所以才能起，没办法捏卢卡鼻子那一关就过不了。谢谢长生送的守护女神，不大只怎么带？我也在想啊，就是，那的那个托纳凯很像圣诞老公公的那个鹿一样，我还以为就是后面有主人可以坐的那种椅子，然后就是裹在前面。宠 物名字可以一直改哦，真假的？但是首先要等卡妹玩到爽船轮到卢卡，对，没错，你就不要发现卡妹的宠物名字是你，哈苏甘伊给了他，そう、ペットの名前に 妹の名前をつけるのをやめましょう。我猜卢卡的三只宠物，一个是卡妈、卡妹、碰奖，我觉得可以耶。猫咪就碰奖了，可是感觉卡妹的宠物感觉也叫碰奖。卡妹上班的时候可以玩，哦，好像是诶，可是她应该不爽吧？她在上班的时候我在我的房间里玩她的游戏。あれのささやかな反撃。そう、絶対嫌なんだけど、もし私が買ったゲームを自分が仕事中に隣の部屋で遊んでたら ね。除了猫跟狗，这代还有一只猫头鹰，只是很少出现哦。很少出现的意思是很少会遇到，还是什么意思？你最好拍照，顺便传给他。瑞 卡只能靠取名字反击。凤姐的地位危险了，要当成宠物。对啊，他这样他应该会更气。对呀、啊，对不对？猫头鹰，猫头鹰是什么时候会出现？猫头鹰只能辅助，没办法帮你打怪。哦，了解了解，大概懂意思。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只猫跟狗就对了。宠物 resistance，一开始，捏艾鲁的时候让碰奖在旁边看，所以捏艾鲁真的很好玩，是不是？我没有玩过，所以我就不知道是多好玩。但我也比起打架。打魔物，我比较喜欢跟宠物玩一玩。猫头鹰可以叫咬咬，哦，好像不错。伊卡家的鸟的名字叫咬咬，然后之后会开放随从系统，你可以花钱找宠物帮你收集道具，所以可以有很多猫跟狗。了解。那如果我真的想不到。很多猫跟狗的名字，我就取你们的名字。妹の名前をつけてリビングで遊んだみたい的な動画面白そう。確かに。遊んでみたね。什么？我以为丽卡家的宠物叫做弟弟。弟弟是宠物吗？这是什么福利？这是福利吗？又卡取我，嗯，
啊，いいな、遊んでるんだろうな。卡妹感觉现在在玩，好好。Switch 的话没有游戏片就不能玩，不能玩，里面没有什么玩游戏是不是？タワグーの名前つける。タワグー、あ、タワグーのこと。どうかな？我可能只能当猫咪，因为我应该背不到路卡。别这样，线上有免费的哦，了解，可以下载免费的游戏就对。如果有线上会员哦，所以还是要加入线上会员。那我跟卡妹有说 NSO 的事情，结果卡妹说，哎，怎么觉得她的朋友都没有加入这种会员？还是卡妹不知道而已，啊？会员要怎么加入啊？那他朋友玩是都是玩单机游戏咯？有可能。如果我自己有 Switch，然后他也有嘛，这样可以玩连线吗？就是附近的人一起玩的那种，还是一定要连线？他们都没连线，我不知道诶。我买了 Switch 前2年也是玩单机游戏，会员只要你用信用卡都可以在 Switch 里面设定看游戏，所以有些游戏就真的可以再靠近就连线的那种。很像 Nintendo DS 一样。那我玩啊，之前玩 DS 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 WiFi，所以一直都没办法连线。附近也可以连线哦，了解。近距离跟网络连线，所以近距离连线就不用花钱，但是要网络连线的话要付钱就对了。有些是有附近连线功能，看游戏。OK，我记得在附近好像不用 NSO，了解。OK，那卡妹的话，哦，可是现在不行。以前就是疫情没那么严重的话，我相信她朋友很多，想要跟别人玩游戏，她应该不缺朋友了，对。但是现在都不能出门了，一定要，感觉一定要连线。DS 都玩什么游戏？蛮多的诶，Pokémon、神奇宝贝啊，动森啊，Mario 也有玩。Mario 兄弟，六四，还有什么呢？Mario 派对，赛车，不是赛车啦，赛车。还有什么呢？马里奥比较多，马里奥系列玩太多了，除非那个游戏强制要求一定要 NSO，不然附近好像就不用。卡妹现在买 Switch，如果肯定一定要 Switch Pro 计划通，我才不会买的。如果我要买的话，应该是 Lite，对，Pro 是什么啊？是有很多功能是不是？游戏比我多诶，对呀，以前家人都帮我们买了，赛车卡会摔把手吗？DS 的赛车就顶多这样，不要买 Lite 啦，为什么不能买 Lite？想说它有大只的，如果想玩很多游戏，应该就用它的就好。Game Center CX，我看看，那是什么呢？目前只知道有资源哦，就画质比较好就对了。Mario Kart 的 corner，PSN 9月才会正式发表。那你们干啥呢？画质其实我就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我之前玩的都是 DS 嘛，DS 的画质你们也知道很差很差，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我看 Switch 会觉得现在的游戏的画质怎么那么好？买了之后，你这个的出问题不太好修，这个叫什么咬杆吗？咬什么？日本玩赛车会跟着车歪头吗？我头不会歪头，可是我的肩膀会歪，这样。啊，马克晚安。骷髅只是谎言，还没正式苏醒。遥感呢？OK。身体一定会启动，一启动才好玩。其实可以不用动，但是还是会动一动。原本是外腹肌，高画质变成八块。你以为我这样就很想看吗？四块腹肌就已经很好了。さあ、でも体としたら本当にライトなんだよね。で、我想玩的游戏、有ライト就好了。应该说，就是感觉可以不用特别买大只的那种。对呀。我跟你们说，我昨天一直在剪寿司，很可爱吧？我就很喜欢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然后看了就很想吃。嘿，赖的就一定要拿在手上玩，对，寿司。这是鲑鱼，就是菜单上的寿司全部都剪下来，然后贴在别的地方。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很可爱，他也想。我找一下，这是尾鱼。为什么要剪呢？为什么要剪呢？我高中的时候的兴趣就是收集那个料理店的菜单，然后剪下来上面的那种图，对对对，菜单上的图片，然后全部都剪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的这种记事本吧。受苍兰的菜单吗？诶，我不会说是哪一家的，我给你们看。其中一个，这是上次剪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啊，对啊，就是我们上次捷运直达去的地方，不是我们不是吃这一家的冰淇淋吗？然后菜单上的冰淇淋全部都剪下来，然后贴在这里。我觉得很可爱。那现在日本里面有什么菜？目前呢，有点害羞，现在只能给你们看这种。对呀、啊，然后我现在有在贴寿司。今天只在北车附近的，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那天就偷偷带两只。两本菜单，两 张菜单，对，大家很甜哦，很特别的兴趣，很特别吗？我就喜欢这种做这种很无聊的事情，对啊，可能别人觉得好无聊，但是我就蛮喜欢这种收集东西。对，那这块要给我。下次去吃就翻自己的笔记本哦。对呀、啊，就是常常，我就常常看这种笔记本嘛。
然后就知道差不多的那家店有卖什么东西。肚子饿可以挑吗？对，有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会看一下，哦，好想吃哦。不会无聊啊，做完就偶尔打开来，很疗愈。对对对对对对，プラモじゃなくて、ですね。お店とかに置いてある、メニューのやつを、もう切り取るんです、全部。メニューにや、の上にある絵とか写真を切り取って、それを自分のノートに貼り付けるのが趣味っていう。ワンメイス。对对对、一样的概念。谢谢リンゴ送我啾啾你。你是怎么开始想剪贴的？说实话，我一开始是很喜欢收集菜单，但是呢，后来觉得，就是纸越来越多，觉得好麻烦，然后想说，那就全部都剪下来，贴在我的笔记本，这样比较好。然后就开始就是这样的兴趣。可是工作很忙的时候就没办法。生活大丈夫かな？どういうこと？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それ。でもね、こういうの本当にめちゃめちゃ暇な時じゃないとできない。で、这种时候真的是很无聊的时候，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才可以做的兴趣。跟我们的升学测差不多的概念，看着就开心。对对对对对，懂我哈？对，一样的概念。什么时候开始收集？大学还是高中？有点忘记。悩みあったら聞くからね、一人で悩まないで。え、待って、なんでそんな心配されてんの？ 何その心？可以贴在我名牌吗？名牌贴？啊，你说其中一个吗？你要哪一个？是可以啊，是可以。对，等一下啊。对，有些寿司可能就没有，看你要哪个寿司。我不知道说说而已，好吧？只有寿司吗？我看一下，后面有什么小菜、炸物、面类的，冰淇淋好像也有。我要玉子烧，玉子烧好像没有。台湾不会给我自己的那里说，开心谢谢送我一封信。私はお寿司屋さんに行っても絶対に卵は頼まないです。我去寿司店绝对不会点的东西就是玉子寿司。不觉得很浪费钱吗？玉子寿司还有，玉米沙拉，这两个绝对不会点。你还有很多等着剪的吗？没有，都剪好了，都剪了。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拿两，我通常都一次拿两张菜单，然后其中一只是剪的，就是专门剪，然后其中一只是专门看的，但是有时候。有一边不小心剪坏或者剪错，这样就我会用到第二张。So, 卵は絶対に頼まない。だってお金もったいなくない？ 同じ値段だったら絶対刺身食べた方がお得だと思います。豆皮寿司应该有 NG。豆皮寿司哦，我是可以吃啊，对，比起。是呢，但是我还是不会点，对，那我不要一直上收回。他们整家店都是靠这种东西在撑，对啊，就是骗小孩的，懂吗？很多小孩子都不能吃很多生鱼片嘛，应该说不敢吃，对，然后就吃那种比较安全的东西呢？不是不吃豆皮，寿司店的豆皮寿司是就蛮好吃，可是阿给那种我就不行。得看调味，
小时候喜欢吃玉米烧是，现在好像不对啊，超级不划算。OK，我们是朋友了，现在不是我们的朋友，耶、yeah! 我们要排挤下下，有味道的豆皮就可以，就是看调味。我也不点玉米烧司的，对呀、啊，不要点。可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乖乖，谢谢乖乖。甜甜的小孩就爱吃，对，玉米烧是真的很棒，真的就是感觉真的是骗小孩的。就是有一种，小孩子都喜欢玉米嘛，然后就给小孩子吃的那种，然后就把它当做寿司，然后就给他们吃吧。有人跟我说，点玉米寿司是财富自由的表现。哦，了解，也可以这么说啊。对，我是因为很多寿司，我是因为就是。如果我要点玉米的话，同一哎，如果我付了60块点玉米寿司的话，我会选择吃生鱼片，对，这样的概念。出てきたら食べるけど自分から注文しない子もそう、同じです。ね。玉米加海苔加饭、D1 番的小说。そう、なんか、それを頼む、ある人曰くそれを頼むイコール自分が裕福であることの証拠。っていうのかな、証明というか。コーン寿司でもお金使いますよっていう。まあ確かに言われてみればそうかもね。そういうのあるかもしれない。真差外带するなぞんかいな。店面な玉米ソース更不浪费钱。小孩有喜欢玉米吗？应该吧。我小时候真的只能吃鲔鱼跟鲑鱼，还有那个鲑鱼卵。就只有这三种，其他都不敢吃。然后长大，妈妈就觉得，发现青鱼很好吃，或是什么，西梅什么真的很好吃，对。或是干贝也很好吃，然后就是吃的越来越多。阿贵玩 Nike 的意味が分からない。まあコーン寿司にもお金を払いますよっていう。不吃生鱼片，只有玉米烧是可以吃。对吼，去寿司店的人不一定会点，不一定会吃生鱼片，好像也对。那应该该出熊熊软糖寿司，小孩一定很爱。谁会想跟四美食一起吃那个软糖？枫糖谢谢，青云叫我吗？诶，青鱼啊，对呀，青鱼，听起来像青鱼。規模が小さい、確かに。そんな、コーン寿司1個でそんな威張ってもなと、確かに思うよね。確かにな、お寿司屋さんで、確かに刺身とか海鮮じゃないものもあるよね、一応。焼肉寿司とか。そうか、コーン寿司もその一つか。我以前吃桂圓、吃到反胃、因为小时候不敢吃那种蛋咬破的。感觉哦，对，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吃生鱼，也有可能就跟你一样，就是比较讨厌那种鱼那种腥味，那是不是？兔肉酱晚安，谁说想吃青云？谁说的？軍艦巻き上面有红豆馅，有这种东西吗？我是没看过啦。红豆寿司吗？红豆寿司我不行。那醋饭跟红豆一定不搭，绝对不搭。絶対合わない。あとなんだろう。ねえ、あんこのお寿司ってある？見たことないよ、私。以前、香港有一个店叫名讲。有这个词产品。
难怪日本人绝对不会做那种东西，所以好吃吗？要吃红豆还是去吃红豆饼比较实在？对呀、啊，红豆饼比较便宜啊。红豆饼10块20块就可以买得到，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青鱼晚安，你是青鱼吗？云跟鱼好像哦，甜的跟咸的不要混在一起，真的真的，应该是新商品。でも絶対日本、そう、なんか香港のなんか。香港であった、実際にあった商品なんだって。そう、日本人は絶対作んないよ。小豆寿司。あんこ寿司か。20年前、香港年轻人的成年礼点、现在都打。あ、おはぎみたいな感覚なのかな。おはぎは確かにご飯とあんこだけど、でも酢飯ではないよね。酢飯ではないよ。よかったら、可以找找看。もうでも香港も不思議な。場所だよね。いろんな文化が混ざってる。いや、香港是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地区。就是有很多文化，有英国文化、中国那边的文化，什么文化都是混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然后就变成产生了红豆寿司这种东西。え、これかな？あ、でもマジである小豆軍艦。これか。え、やだー。本当にある。え、真的有欸。別名殺人寿司。我 所以现在这个寿司店还有吗？え、真的有红豆寿司。别称杀人寿司。而且听说没有吃完还要罚钱，哇哦，すご。可是好像蛮人气蛮高的，すごい。珍珠寿司吗？好像没有欸，我这样看没有。嗯，最可怕的应该是红豆。叉叉寿是这个字吗？好像我不会讲真的名字，可是就是别称就是杀人寿司。为什么 Luca 刚的啊打那么像男大姐？嗯。南大、お、おしゃれ南大って言います。うん。あずき寿司って検索したらすごい、多分それです。絶対もそれだと思います。なんだろうね、これね。マヨネーズかな？上次跟卡妹玩游戏输了吃，不要。感觉不好，真的不行。田中概念也差不多哦。可是醋饭呢？醋饭跟红豆绝对不搭，我应该都敢吃，真假的？只是龟卵破掉那个味道，我其实现在还是有点无法接受。哦，了解。龟卵，嗯，我们很喜欢吃。对呀，我比较不敢吃的是那个海蛋，嗯，海蛋比较不敢吃。贵的海蛋我觉得好吃，但是便宜的海蛋觉得，不行，鱼味太重。ね、これは味。そう、私ウニも苦手で、なんか本当に高い美味しいウニはいけるんですけど、安いその辺のウニが全然ダメ。安いウニはもう磯臭くてダメです。うん。贵的便宜的差很多。对、真的、便宜的海蛋、あ、海胆の、对不起。便宜的海胆真的。
有那个海味吗？就是有海边的味道。牛板的还行，便宜的超新，对，真的。对啊，所以我去寿司店就不敢点海胆啊，海胆。其他生鱼片我基本上都会吃，鲑鱼的话便宜，不管是贵的便宜的都有到某一个位，就是某个程度。そう、鮭に関しては、まずく、なんか安くても高いのでも、まあある程度美味しい。だよね。海味不是一种称赞吗？有大海的味道，有吗？海风的味道，对不对？对。便宜的，真的有海风的味道。消毒水的味道。我是都可以接受，不过便宜的真的不好吃。对，そんな感じかな。卢卡这是什么？何？レックの那是什么东西？可以打日文吗？カキかな？違うな。サザエ？なんだろう、この字。对、是、是、是、えー、对、对什么？牡蛎吗？牡蛎我很喜欢呢。如果会点茶碗蒸或是茶蛋蒸蛋吗？哦，对，茶碗蒸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如果别人叫我吃，我会吃，但是就是跟豆腐，不觉得很像豆腐吗？对，很像豆腐的东西，我不会特别点。我如果我可以吃，但是不会点，就对了。所以茶碗蒸もね、豆腐みたいだから食べません。もうなんかもう絶対食べなきゃ死ぬぞって言われたら食べるけど、自分からは頼まないかな。口外しゃあり、对。牡蠣は美味しい。牡蠣很好吃。よし、じゃあ、今日も質問に答えていきましょう。チャームシーは絶対食べる。そう、なんか、うちのお父さんもめちゃめちゃチャームシー好きだった。男性の方が好きなのかな？わ かんないけどね。で、我爸也超喜欢吃茶碗蒸。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男生比较喜欢吃？关西鞋头吗？哦，对，对，难怪我爸很喜欢吃。我是一半关西，一半关东。然后长大的地方都不是，在台湾长大的。说到我突然说那个，茶碗蒸是関西的やつなのかな？我家旁边的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为什么？你住在海边附近吗？我觉得我好像太久没有吃牡蛎了，所以会吃，但是不会主动吃。对。之前谢密秀有介绍过关西人必点茶碗蒸，了解。难怪我爸每次都会点茶碗蒸，想说，我那时候就完全不懂他在想什么。甘いやつとしょっぱいやつあるね。そう、どっちの方が好きだったのかな。その辺は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も。茶碗蒸好吃。对，我爸是关西人，没错。一定会点的那种。我在寿司店一定会点的是味噌汤，蛤蜊或是鲑鱼的味噌汤。就是，所以我们家会分要点味噌汤的跟点茶碗蒸的。私は茶碗蒸しの代わりに味噌汁を頼む人だから、
そう、最後に締め何にするって言われたときに、絶対味噌汁を頼みました。オリャブリオ、ヤンクリード。おお、这么好。他们在运送才会掉一些在路上，所以你都偷偷拿、偷偷吃是不是？那我选择味噌汤。对啊，味噌汤很好喝。寿司店的味噌汤真的很好喝。对，日本的寿司店的味噌汤好喝，台湾寿司店的味噌汤就还好。味噌汤我反而不会，除非天气很冷。そうなんかね。日本、私は夏でも割と味噌汁でもスープも飲むんだけど、あとあったかいお茶も飲むんだけど、ね。どっちも頼む。对，之前我在日本料理店打工的时候，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我打工的那一店。不管是夏天，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天气多热，给他们的那个饮料是热茶，热的乌龙茶或是绿茶，对。然后有些台湾人就是不太懂，想说，他们就跟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天气这么热，要送热茶？そうだけどね、なんだろう。その時台湾のお客さん、あるお客さんに、こんなに暑いのになんでお茶なのって言われて、昔日本料理屋さんで、そのアルバイトしてた時にね、絶対あったかいお茶を出してたんですよ、どのお客さんにも。そしたら、そう言われて、そういえばなんでなんだろうと。对、所以我在想说、对哦。虽然他讲的其实没有错、天气热的时候会想、喝冰的水，天气冷的时候会想热的，可是他们就固定热茶。对，我问老板为什么，他们说因为这也是日本料理店，他就这样跟我回答。冬天给冰水不会不习惯吧？我都不太喝汤，只喝饮料。我就是那个不喜欢店员给我热茶的，连我呢。因为寿司店的茶也是都是热的，对不对？就是一样的概念。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水不管季节一定都是冰的。听说日本人的交代精神，为了你的健康就，あなたの健康を持って。いいね。冷气开冷一点就好。哦，了解，好像也对。そうなんだよね。そう言えば、そう思えば、まあ、お茶だよなと。まあでも確かに冷たい、多分很想喝冰的东西。点了就好啊。点酒啊。那边有酒啊、饮料啊、都有。就是付钱就可以喝冰的。反正给我什么喝什么。而且寿司店的茶叶还不能用太好的。哦，真的吗？对啊，另外就是不想喝热茶的，就另外点就好，不用跟店员说为什么你们店就是没有绿绿绿绿绿，这样好像不蛮奇怪的事情。そうだね、今思ったら本当に冷たいものが飲みたかったら別で頼めばいいだけだからね。別にお酒もビールもありますんで、みたいな。OK。じゃあ、質問に答えましょう。ルカ掃除道具是用什么呢？掃除道具吗？给你们看。这个。你们知道他们吗？我最近最喜欢的角色。七高当，对，用太好的会破坏前戏的寿司味道。哦，原来如此。可是我上次去吃寿司店呢，我跟很便宜的寿司店，我跟卡妈跟卡妹觉得，这一家最好喝的就是茶，最好吃的就是绿茶。
哦，没有看过吗？给你们看，它叫七高啊，七高啊很可爱。没看过这个角色吗？是不是在台湾？没有很有名。おじさんわかってないな。七高啊，对，那个 DC 的 DC。有人的头贴用他们的角色，好像是阿基拉，对，DC 里面的阿基拉用他们的头贴，所以我那时候还以为就是，诶，台湾人都知道七哥，是不是七哥在台湾很有名？但好像还好，对，就是知道的人知道就好。对，我就最近就很喜欢他们。他们原本是漫画，卢卡会偷看，没有我是光明正大的看，可是不是常常看，对，我是光明正大的看你们聊天，我们都在聊什么，然后有时候会看有没有我们的奇怪的照片。橘子你的孩子就对，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开播？可恶！我原本打算昨天开播，结果就是因为昨天原本有工作，但是缴直播表的时候，那时候有工作，可是现在工作都没了，所以我就白改了。其实可以不用改时间。オタクのアンテナすごいな。还有都没什么留言，今天很多人，对呀，我没在用 DC，对我好像没有看过你。还好我都不在上面聊天，所以我最近都不常常出现在上面。你最近都改周三，都很多人。对对，因为我周二有事，我都会改周三。嗯，我因为我下礼拜通常都会礼拜天开播，我改礼拜一会连续不太好，所以我都改成礼拜三。找奇怪的照片吗？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崩图啊。哎、啊，那我陪卢卡一起没工作。こんにちは、ルカ。こんにちは。今天这么多人，因为都在家吗？我也不知道。可恶！啊，可恶！橘子，你真的太多了。嗯。如果我也可以改的，我也想改呀。一开始名单不是会出现吗？我只能知道二期生的直播时间，一期生的我都不知道。所以我看二期生直播的，就是直播表的时候，会觉得，诶，礼拜三还好，那就不用改。对，结果就是礼拜天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一期生什么时候直播，然后想说，哦，6月2号怎么这么多人要直播？通常有都会收回，哦，可以收回哦。奇怪的照片我都只有私下分享。临时讲美了，怎么会有崩图？谢谢。二期也没有，对，二期就只有8个人呢。对呀、啊，我也想知道一期生什么时候要开播，然后我这样就可以改时间。8个人其实真的还好，因为汪汪跟我开播时间是一样的，要开播的那个规定的时间是一样，可是他好像都会分2天的样子，不会跟我一样分3天。谢谢送花王，今天也没有还好啊。零零九九汪汪安安都卡八分十五诶，你说现在这时段吗？今天晚上日期就有一半人在直播，哪里算？哎呀，啥也平常不一样，4个人其实就还好啊。汪汪回归后都一天搞定，真假的？是他一次看4.5小时是不是？缴税就不能改了，没有特别大的理由就不能改，有工作就可以改。对，我就是因为有工作，所以改了礼拜三，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工作了，然后没有工作的时候已经可以改，已经就超过那可以改的时间。嗯，对，我们就有规定，到几月几号前就可以改，几月几号后，如果就说自己。就是改了就真的要处罚，嗯。如果想加班也可以改，
想加班好像就可以，可是比较麻烦。对，就是先问公司的人可不可以加开，然后他们说可以，那我要发讯息，我要发现实动态，这样才可以的样子。谢谢送我高维气球，对，我好像差不多要关播了，剩十分钟。卢卡为了我加班吗？怎么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对，我看一下。对，我这边的桌布是这样，然后这边的桌布是这样，粉红色，什么都没有。会有厨房，不是厨房，应该说就是要加开30分钟。对，我可以就是平常讲话哦，我现在还想跟你们聊天，然后就开半个小时，但是被规定说一定要播多开半个小时，这样就反而比较没有那个动力。对。他一定去看布丁前辈哦，原来我今天跟他同个时间。可以偷开半小时，20分钟吧，对，20分钟以内的话感觉可以。超过20分钟有人会断钩钩，所以不太好。节目是没动力的原因。对啊，就是有些事情被要求的，然后做的跟自己想做然后做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我要开播，我就是想要开播的时候开，想要多开的时候多开。可是被公司说哦，你要多开半个小时，这样就是反而会觉得，好，这是工作，这是作业的那种感觉，被强制规定的的确会不开心，对不对？就是完全不太，就是心完全不太一样，不会讨厌，但是动力不太，对，不太一样。原本要去洗碗，被妈妈叫就不想去。对对对对对，原本要写功课，结果被妈妈说：“你要写功课。”觉得好烦哦。想开就开比较好，我也这么觉得。好きな時に配信できたらいいね。そうなんだよね。でもそうなると配信しない人とか出てくるから絶対。ね、そりゃ仕方ない。谢谢鳄鱼送我告白气球。原本自己想起床，但被妈妈叫就不想起来。对，真的。一样的概念，没错。这样感觉半夜开的几率蛮高的，我到了。对，我通常不太会早上开播，应该都是晚上。但是呢，晚上我妈在这边睡觉，所以应该是9点到11点之间，对，比较有机会。或是中午啦，对，中午有可能。本来想睡觉，然后被喊一句后，精神都来了。我们的反抗心会觉得，今天不关赖了，等陆凯再开。平常都在家宅，现在不能出门，反而想出门。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我也好想出门哦。只有公司跟卡妈碰奖可以叫陆凯起床。韩国籍。原来我是反抗期，今天不关了，然后上次再开烂居然没通知哦。你说我上次偷开的那时候吗？没事的，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讲什么话，对，就只是说，对，今天的留言太多直男的留言了，受不了受不了，然后我刚刚那时候态度有点不太好，不好意思哦，对，我就讲那样。希望每天醒来都能闻到很香的味噌汤。
对呀，都偷开。临时加开好像13分钟还好，我不是说你啦，铁子，放心。今天坏坏的玉米说是在家开，不会的，不会的，今天应该不会。卢卡，对不起，不是在说你们，放心。你上次确实路人比较多，对，可能就是因为只有我在开的关系吧。就是平常比较不大会来看我的人，对路人就蛮多，对。谢谢小月送我守护女神，其实我是 好吧，我那时候要睡了，听到通知弹起来。今天11点，其实玉米烧烧也蛮好吃，太好笑了吧？今天临时加开，但会不会出发？你多半小时。嗯，因为我那天本来就要直播啊，所以就还好。我会想那是原本的那个时间的，就是继续等等研究延长。对，もともとの直播时间加那个就是十几分钟，懂吗？我在讲什么？反正我那天就本来就有预告我要直播，今天的 Luca 超爆可爱，谢谢 Lingo，谢谢小玉送麦克风。卵の寿司食べてる人いた。今天 Luca 的妆容感觉很适合嘟嘴。对对，延长，延长赞。谢谢送我告白气球，大家先送我好多礼物，谢谢。为什么你有 PK 礼物？有吗？为什么我不知道？原来我有 PK 礼物。什么是 PK 礼物 ？What the PK 礼物？What is PK 礼物？我不知道。压线时间，对，到10点好了。但是现在还是可以先准备一下。但愿星星点点你，点点点点点点点。谢谢大家的礼物。这个，你说哪一个？礼物？我刚没看到可恶！要求是这个吗？守护女神吗？吃鸡 solo 战？可是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每次都没有参加，对，因为有时候参加那个活动，直播会真的会卡卡的，不太 OK。对不起。谢谢送我礼物，谢谢大家，谢谢北极熊送麦克风，谢谢烈哥，ありがとう，谢谢开心送一封信。10点了，OK，应该差不多了，我看一下光线吧。噔噔噔噔，吃鸡参加资格，拒绝。谢谢送我玉手，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手礼。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对，这个的顺序啊，我原本是按照平假名，就是，像笑笑，笑笑是 C，所以差不多在前面。然后 レクア さんの レ是 R，レ嘛，所以在。通常在后面的，可是这样每次要找比较久一点。不知道要怎么收集比较好。不知道要怎么排顺序比较好。
欸，最近开心常常出现在我的直播间，超级开心，谢谢，而且还送我礼物耶，对呀，开心。那我改阿开头就好，阿哲就阿哲就阿阿阿哥，常用的放前面吧。嗯，我也想这样。ルカさん、私の名前呼んでください。ユークスヤンコ。嫌だから後ろの方やね。前十大概有一半是固定版。其实最近就还好欸。最近就是每次前十名都不太一样。开心要改名，超级开心吗？你好，我是阿国。亲爱的夏夏，倒是可以放第一次。还有我是阿开头的，对呀、啊。我是 R 开头还是 R 开头？旅馆吗？旅馆是 R 开头。对，私の中 D D です。ナリルレロの D。あれ、好奇怪。开心的是这样，看起来很开心的东西。看起来很开心的角色，还是你想要别的角色？你想要别的东西，我可以画别的地方。幸运工作很多，比较敢送礼物，很棒啊！对，我差点不知道你是青云，太开心了吧？对，很开心的开心。虽然我好像没有看过你，诶，我有看过你吗？一休，呀，我开心只有在 DC 上有看过一休。笑笑，整个律动都在开心。五蛋再去我，好啊好啊，等你。有点像二毛，二毛是什么意思？笑笑的副将，哦，今天有天色，どうしよ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せーがー。你要什么名字？天气热不想上班，我要写什么名字比较好？你的名字太长了。如果可以去查看看二毛跟他有没有像二毛，二毛，好，我等一下去查。日文怪鼠，日文怪鼠，好啊。啊，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インクが出ない方だ。もう一回書き直す。原来就没看过，开心。我好像没看过，笑笑看过我就好。OK， 今天的排名，当当当，啊，めっちゃずれてる。ちょっと待って。今天的笑笑不要笑歪，OK。今天的第十名是 Sega， 第九名是日文怪鼠，第八名是 Good Job， 第七名是笑笑，第六名是青鱼，第五名是北极熊，第四名是开心，第三名是祥玉，第二名是强大森，然后第一名是 Lego。ありがとう。没这之类的，笑笑一直不这样好，对呀、啊，这样就好了。谢谢大家，笑笑乖乖站好。你看，现在有鳄鱼，鳄鱼是本名吗？对呀、啊，他差点跳下去。
呀，磁铁少了一个，不知道跑去哪里。哎呦！就这样吧。哎呀！ありがとう。今天大家谢谢来看我。该把前面的铅笔字擦掉吧。前面的铅笔字，你说哪一个？你说亲爱的吗？没事啦，就不用擦了，就不用擦了。今天大家辛苦了，谢谢送我礼物，拜拜，お疲れ様です，拜拜。这样呢，今天我应该不会开，不会偷偷开的。我以为我也是姓亲爱的，那你要改吗？我要帮你写亲爱的吗？可以啊。OK， 拜拜。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どうぞおやすみなさい。チャンナさん、バイバイ。晚安。大家おやすみ、ありがとう。哎，等一下，等一下，鳄鱼变第六名呢。但是这个字念鳄吗？那我也帮你写好了，帮我加帅气的，可以，帅气的开心。我前面想要欠打的旅馆，好啊，几点交？应该不会交。旅馆在哪里？我要等一下。耶、yeah, ！欠打的旅馆，帅气的开心。我上次关播后30分钟，大概40分钟见。原来有那么多时间哦。我那时候可能再想一下，然后可能再看小盒子。谁开始的啦？各位二阶那更要叫入卡写奇怪的字。你是亲爱的，你还说？还说，哎，好像不错，大家都有，对，有形容词，欠打的、帅气的、亲爱的，最恶界的是谁？我真的会好好注意有没有直播通知，不会，今天真的不会。我前面请加上，可是我没有你的哎、欸。私の手つけてください。私の。好。OK。私の。我的是不是？俺の。ルカ帮我叫俺の谢谢。好，等一下啊、哦，就这样子俺の呢。好的，看来玉米寿司没办法让ルカ再开一次，对。对，我之前决定的固定就是有进第十名，本场第十以内我才会做，不然我怕大家都说我也要，然后我就写不完。对，但是我有先写你们的名字，但是画图就对，刘家的不行，韩的也不行。对，照规则来的，对，就是，虽然我很喜欢你，但是我也不能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就，对，对不起，真有先定下规则就好，规则，那么我一开始好像就有讲，
韩寒的不行，不行，我不会在我的卡片写别人的名字，绝对不行。虽然有些人的名字真的叫别的成员的名字，可是我，ね、そうなんか人によってはさなんかメンバーの名前を名前にする人がいて、卡妹的可以吗？卡妹的不行，绝对不行。对，就是只能这样。宫田家的，宫田家的，嗯，可以，好。宫田家的，请在前面加上私のお兄ちゃん。对，到时候有的话，我一定会帮你写的，没问题。姐夫。啊！不要再说了，不会。碰墙的，碰墙的。好啦，就先这样吧。就是今天没有进前十的，我就先不要写好了。对，没得，切りなくなっちゃうもん。对啊，各位真的很乐见。再说下去真的要改播。对啊，不会，今天就这样。绿茶不要生气，没有，我没有生气。照规则来比较好，万一这次破了，下次别人要。对，我怕有人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这样。我相信最近就是我收到的钻石就确实比以前多一点点，我相信是因为真的有可能有跟卡片有关系，对，这样就就是不能背叛送我礼物的粉丝。二届的意思，30分钟后讨论名牌乱象，大家晚点见。因为大家的目的是卢卡加布，我懂了。哦，原来，可是我今天关播后就有一个。楽しみ。我今天关门后有一件期待的事情，就是要看卡妹在玩 Switch 的样子。是吗？那个，就今天就到这样吧。哎，大家晚安喽。录影放 IG 不会。什么家很爱心刘家，舍不得关播，看卡妹猫车吗？对，我看一下卡妹她做什么样的角色，然后顺便可以看魔物猎人，好不好啊？对呀，我们家 Switch 终于到了，所以等等开播看卡妹玩魔物。对，哦，对，差点忘记，我要帮。鳄鱼的鳄也太难写了，好难哦。对，我下次，你下次就可以看我的卡片。OK， 解图按钮哦，真的好，那我好好的研究一下。罗马拼音，哇你，哇你。鳄鱼吗？OK， 会不会 Switch 收到后又变得更晚睡？应该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大家辛苦了，我要开始。我哩。全部都拼音，不行啦哟！你的鳄鱼的头贴是谁呀？我看手机是看不到。哦，好像是日本，sorry。都讲是这么讲，但我想卢卡一定很晚才睡，不行，今天一定要早睡。我今天没有什么睡觉。我每天都对自己这样讲，我今天要好好睡觉，然后就没有睡，是不是？セクシールカちゃんなるの？
ってこと？マツイレーナさんか。そう、なんかこっから我看电脑的照片，我想是是安安吗？还是玲玲？感觉都哎，对，有一点像安安，远看有点像安安，但是发型像玲玲。我就想说这是谁？就是马自立的先輩，就是前辈。你要4点才睡，不行啊！我今天早上9点才睡觉啊，然后睡到下午12点。所以我今天只有睡3个小时，今天一定要好好睡，然后继续熬夜打魔物，没问题。我已经3天都6点睡了，对，我前几天也是6点睡，4点睡，然后今天是9点睡觉，哇，快开到2个小时，哎，对，1个小时45分钟，啊，没事啦，偶尔跟你们多讲话好像也不错。好了，拜拜。我今天不会开播，哎，不，我今天不会偷偷开播，谢谢。OK，那就我真的要跟你们说拜拜了，拜拜。暑いよー。私クーラー消してた。